我们早上啊提到教育的问题，也提到欲知来世果，今生做之事。你看欲知来世果啊，我们的后半辈子，以至于啊我们后生啊来生的人生命运呢，其实都跟我们当下的所种的因呢，息息相关。那不止啊，跟我们的后半辈子，跟我们的来生息息相关，以至于啊，我们现在所做的、所想的，都直接影响到我们后代子孙的命运。所以我们想对了，我们做对了，这一生啊，往后不会再后悔，而且我们的后代子孙啊，也不会后悔，甚至也不会埋怨，因为呢，我们跟后代的子孙呢，是一体的，不可分的。所以为什么中国文化呢，它核心是一个孝字，孝字是啊，上面一个老，下面一个子。老是指上一代，上一代还有上一代，子是指下一代，下一代又有下一代。所以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，是一个整体。所以我们今天会为后代着想，会为子孙着想，那我们整个为人处事就会很谨慎，不会草率，不会轻忽自己的一个念头，因为很可能这一个念头、这一个态度假如错误了，就把后代子孙的路都给带错了。所以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呢，范仲淹先生的一念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把他的子孙呢带向了百代甚至千代不衰的一个家族的兴旺。所谓善为玉宝一生用，心作良田百事根呢。你看当一个人呢，是把什么当宝，其实就已经影响了他跟后代的命运了。真正有德行的人，他觉得行善，善是宝。没有德行的人，他觉得财产是宝，他觉得这些钱是宝。那他贪财物的话，其实你看我们中国字啊，贪者尽贫呢，这个贪跟贫穷呢没有两样哦。所以当我们是贪婪的心，后代呢是一代又比一代更贪，所以这个家族的命运那是凶多吉少了。所以善为才是玉宝，才是真正的宝贝，我们一生去奉行，这叫留与子孙做好样子看。所以范仲淹的一生垂范了后世，到现在已经超过1000年了，我们看到他的后代子孙呢都很兴旺。我曾经遇到的很多都是当老师，那一天刚好我们在平镇高中上课的时候，结果来了一位长者。那这位长者呢，他一进门呢就非常认真的在听，还在那里抄笔记。我们这个后生晚辈啊，看到这样的长者啊，都是肃然起敬。我们一看他整个相貌啊，就知道那一定是很有成就的，是当官的，但我也不认识这一位长者，
只是看到他的态度呢，让我们印象深刻。后来当我们课程结束了，又刚好呢结束以前呢，我们是谈到呢范仲淹先生的风范，然后接着结束了就请这一位长者呢上台来致辞。结果这一位长者他是我们桃园县的副县长，范副县长。结果刚好我刚讲完范仲淹先生，结果范副县长一接过来呢，给我们说到呢，他是范文正公的后代。刚好呢给我们做了一个表演。确实我们亲眼看到了范公的后代啊，真正在各行各业都是表率哦。而且我们从范副县长的前面的几句话呢，深刻感觉到他们家教啊非常的好。你看他们称他们先人的名号啊是称范文正公。那代表着对祖宗啊非常的恭敬。由于这一份恭敬的心呢，就不敢自己呢做出不好的行为啊，有辱祖宗的德行。接着呢，这范副县长说到，说我没有啊给范文正公啊这个丢脸，他们也确实呢，尽心尽力啊在为这个社会服务，所以范副县长呢，他从事啊与这个造桥铺路有关交通方面的事业呢，做了36年，做了一辈子的公务人员。所以我们看到呢，这个都呈现在我们面前哦。这范氏的风范，我们是见人善呢、即思齐，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志向、才对。所以范公啊，以仁爱，以把人民呢、放在心上，把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心境，传给了他的后代子孙。所以在《益田记》当中啊，给我们说到了，这个都是后人啊，不是范氏的家族，是一位姓钱的读书人呐、他们感范公的德行啊写下来的文章啊，里面就提到了公寂寞。范公啊虽然已经去世了，他的子孙呐、修其业，成其志，修为啊范公的这些德恨，然后继承啊范公啊利益天下、利益人民的志向，就好像范公还在一样。如公之存啊，那我们看到如公之存啊，就可以体会得到啊，人的生命啊，或许会有结束的一天呢、但是人的精神呢、可以与日月同光啊，只要他这一份精神是发自于一个人的至诚，他可以名垂千古啊，就好像呢。他还活着一样，还影响着他的子孙呢、以及影响着人民。所以我常常跟朋友在谈的时候说，我们想想啊，范仲淹先生死了吗？好，死了没有？那个精神呢、是长存的。那不只是范公受到影响，范家的后代受到影响哦，那我们也受到范公的影响。其实啊，当我们受到范公这一份精神的影响感召，起而效法，那我们也是范公实质的子孙哦，弟子哦。而且确确实实啊，范公立身处世啊，都是为天下的人，绝对不是只有为他自己的子孙而已。假如他只为自己子孙，那就不可能有这么崇高的品德风范了。
所以在范公在的时候啊，他们的义田啊是1000亩哦，啊1000亩。等到清朝的时候，他的子孙呢已经把它发扬光大到4000亩了。所以儒公之存啊是真实不虚哦。所以文章当中又提到啊，唯以诗平活竹，范文正公啊留下来的是什么呢？诗平活竹之意，宜其子，救济贫穷的人，然后把他家族的困难呢、都当作自己困难，一定让家族呢都能够过得很好的这一份道义啊，诗平活竹之意啊。留给了他的子孙。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善为玉宝一生用、那他不只是一生用哦，他世世代代的子孙都在奉行这个为人的道义。那我们在范公这样的行持当中啊，再往源头去找，我们就可以深刻感觉到啊，一个圣贤人的出现最主要的原因啊，是他有好的父母，所以一定有好的母亲啊，好的太太才会能出圣贤人。真的历史上留名的这些圣哲人都有非常贤惠的母亲太太。所以我们看想象啊，范公他才2-3岁左右啊，这么小的年纪啊，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了，他的母亲带着他，结果他的族人啊不愿意呢奉养他们母子，他的父亲呢、生的孩子本来还范公还有一个哥哥哦，族人呢把他的哥哥接走了，但是呢他更小啊，他的族人不愿意接他们来照顾，你看孤儿寡母啊，这个情景是多么的危机凄凉。我们的人生有没有像范公这么惨啊？诸位朋友有没有？没有。你看哦，在这么不好的人生际遇呢，那是用什么样的心境去面对？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感受得到啊，范文正公母亲的德行，那太不容易了。假如这个时候他的母亲是有埋怨、有悔恨，能不能出范公？出不了哦。当有埋怨悔恨的时候啊，他的孩子成长过程呢、身心就不健康。所以我们当母亲的人假如对人生有怨，有这个维持，都会影响后代哦。所以很有可能呢，我们对公公婆婆不满，以至于对小姑小叔不满，对家人不满，对先生不满，这造成呢、我们的孩子啊，就对自己的父亲有看法，又对这个爷爷奶奶有看法，或者是对这个叔叔姑姑有看法，这样的母亲呢、在无意当中啊，害了自己的小孩，所以啊，要谨慎啊。这一份怨会传下去啊。那当孩子从小对人就有埋怨的心，请问他这一生会快乐吗？你看哦，这个我们不学啊，我们不提醒啊，不了解啊，都不知道孩子的人格心灵啊受到我们什么不好的影响，感知不到。所以我母亲常会跟我们提到一些
其实我们都已经忘记了往事，因为长记性呢，差不多五六岁才长。然后我姐，我的母亲就会说了，说你看呢，我带你们三个人呢，我又教书，带三个孩子又教书啊，真的太累了。这个我以前还没教小学啊，听到很多朋友都说，哎呀，你们小学老师最好的，好，又有寒暑假，其实那个是不了解教小学的那种辛苦了，真正我自己去教了才知道，哦，不轻松，因为啊，几十个孩子，他的安全，以至于他的人格，有心的老师啊，会很希望把孩子规矩教好，品德教好。当对孩子的安全以至于对他的人格啊，都希望尽力的时候，那三十几个人啊，甚至于啊，像我母亲那个时代啊，那一般都是五六十个这么大的班呢、啊，所以他每天要全神贯注在这些孩子身上呢，那怎么可能会不累呢？然后回到家里又有三个孩子要带，又有公公婆婆要照顾。整个家族要照顾。我母亲嫁过去的时候，姑姑啊、叔叔都还在念书，所以这样想到母亲那时候的那种生活情境呢，就感受到母亲确实扛的责任是很重的。所以就说到，当我母亲太累了，那我爷爷有看得出来，他就会赶快叫我母亲去先去休息，明天还教书呢。他说：“来来，我来帮你看好了。”所以，我母亲说我爷爷小的时候都啊，不是，我们小的时候哈，我爷爷还会就摇篮叫我母亲先去睡，他来摇啊，摇啊，还是在哭的话呢，我爷爷也想睡了哈，结果就躺下去用脚摇，摇着也不知道是孩子先睡着还是爷爷先睡着，搞不清楚了哈。但是你看那种情境啊，就留在我们，虽然没记忆的，但是这个话是从我母亲的嘴巴里讲出来呢，对我们的心灵也是很感动哦。然后又也有说到说，我们出生的时候啊，有身体比较不好，不好养啊，我的姑姑啊，我的叔叔啊，有时候在医院看顾我们哈，然后看我们病得很重呢，都在旁边掉眼泪。哦，你看哦，母亲的这些叙述啊，留在我们心中的，都是对这一些长辈的一种感恩心，都是在告诉我们这些长辈对我们的照顾。哎，所以你看，孩子心中啊，时时就是一份啊感恩啊，一份温暖，那他就不会看这不顺眼，看那不顺眼。所以我们的人生态度哦，都直接在影响下一代，可不能忽略了我们的一言一行，甚至于是一个念头，都不应该忽略。所以真正有修行啊，才能真正把孩子教好。哎，好。所以我们再回到范公的母亲的情境。这么样孤儿寡母，现在这样的危机当中啊，家族却抛下了他们。一般常人来讲啊，那一定会非常埋怨的。但是范公的母亲呢，并没有丝毫的埋怨，在孩子成长的过程，时时都叮咛着他啊，父亲对他的恩德，家族对他的恩德。所以后来范公发达了。你看，马上呢是去照顾他的家人，照顾他的家族啊，而范公的这个继父是姓朱，他对他继父的家族啊，那不亚于对自己家族的照顾，所以你看范公一生就是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面，而自己曾经孤儿寡母啊，这个被遗弃的，但他没有任何怨言哦，
反而是升起的是什么态度呢？是我们人生曾经走过的苦，不要再让自己的族人再尝这样不好的滋味。哎，你看哦，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应该效法的态度哦。我们人生曾经吃过的苦头，走过的错路，不应该再让我们的后代子孙，让我们的学生，甚至于心胸更宽广的，不应该再让其他的人再走错路。我们有没有这样啊？感同身受的心，人积己积的心。所以以祖宗之心为心呢、啊，天下无不知之族人。我们能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啊这些祖宗的心，来面对我们的人生，那天底下每个人都是我们的同胞啊，都是我们的族人啊。那哪一个族人的苦痛呢？我们能够是视而不见呢？所以唯有有这样胸的宽广的胸襟呢、啊，这一生才会无悔。因为当我们看到社会这么乱了，社会有很多的需要，而我们却视而不见的时候，事实上我们的良知啊，都已经在一点一滴的这个灰暗下去了，没有放光明了。所以那一天，我们在平镇高中的时候，有一位校长，他上台来呢，讲了两段话呢，让我的印象非常深刻。这一位校长啊，他非常有爱心，他们的学校啊，本来有很多中辍生，那我们感受一下，今天当一个中辍的学生出现了，请问所牵动的是多少人的担忧受怕？我们不能啊，中辍生嘿，不是我囝，不是我儿子，那我们就毫不关心，毫不在乎。其实一个中辍生的影响是整个社会啊。当他在该读书的时候没有好好受教育，在接受整个社会的污染的话，那他很可能往后犯罪，会让整个社会都不安宁啊！哎，我们现在是成人啊，有没有这样的远见，来整个带动社会重视这一些事情？中辍生啊，一定要让他回到学校，让他受到好的教育，受到老师的爱护。因为一个孩子只要有爱了，他就不容易啊，走上歧路，走上呢错路。在马来西亚有一个学生呢，行为也是常常出状况，结果刚好有一位老师呢，又看到他犯错了啊，因为他在学校啊，可能也很有名气了。所以那个老师把他叫过来，正准备呢要指出他的问题，要这个劝诫他了。结果这个孩子走过来呢，就有一点爱理不理的样子。因为可能呢，很多老师呢一看到他都是给他骂一顿啊，他也已经骂皮了。所以当下呢，那个态度也不是很好。那这个老师啊，他是很有爱心啊，所以叫过来呢，正准备说话的时候啊，刚好看到这个孩子的身体呢比较肮脏。那这么一看到这个景象啊，就想到啊，那可能是家里的照顾比较不足。一个孩子行为偏颇啊，是结果，原因出在哪？所以许哲女士有一句话呢，我们也很震撼我们的心灵啊。她说：“没有坏的孩子，只有缺乏爱的孩子。”哇，这个是把人生的道理讲出来的。哪有人喜欢自甘堕落？他
他缺乏了一个生命的原动力，孝心、爱心啊，他没有这个原动力了。所以这一位老师看到这个孩子的这些衣着啦，他的整个给人的感觉，心里想的可能家里可能是比较缺乏爱，所以当下呢，本来是要指责这个孩子，马上呢问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同学啊，你早饭吃了没有啊？”哇，你看这是很柔软的言语啊。当下这个孩子呢，愣了一下呢，结果眼泪就掉下来了。哦，因为啊，这样关怀的言语啊，在他的生命当中啊，可能已经久违了，太久没有这样的言语了，在关怀他。所以这个老师看他一直在那掉眼泪呢，就带着这个孩子呢去吃早餐。所以事实上，我们要去让一个孩子有好的转变，很重要的是好好爱护他，不是好好教训他。好好爱护他，他感受到了，建立了那份信任，他就愿意啊，不让我们失望了。假如都感受到不到那一份爱，那都感觉了我们好像都是在控制他，在看这个看不顺眼他，那他是这种感觉，那可能就会对立的。所以这一位老师后来呢，就常常关怀这个孩子，这个学生。这个学生呢，只要是这个老师呢给他讲的话呢，他就非常的用心去实践。后来这个孩子的整个品德跟成绩啊，也有很大的转变。这是我们一个马来西亚的朋友告诉我的真实的故事。所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故事啊，我们为人师也应该效法这种爱心，以至于我们为人长辈都要有这种心境。很有可能呢，一个孩子的成就虽然缺乏了父母的爱，但是却有他的伯伯或者他的叔叔或者他的舅舅，哪一个长辈呢特别爱护他，承担了他的教育，这一份对他的爱心，孩子感受到了，纵使父母不负责任呢，这个孩子还是有成就。是啊，只要有真正爱护他的人，他的生命就会有能量，会有动力。诸位朋友，您身旁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？有没有？我就遇过这样的长辈，是因为父母并没有好好照顾他，但是他的长辈好好照顾他了，他还是很有成就。好，以至于送到孤儿院的孩子，假如这个孤儿院的院长老师很有爱心的话，那这个也会出很多好的孩子，好的人才出来了。所以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老校长啊，他上台，因为他是致力于啊把很多中辍生啊找回学校来，好好教育他们，所以做了很多的努力啊，要颇见成效。那很多家庭父母也非常感谢他。这位校长上台啊说道，他说：“社会越乱，我们越应该要站出来。”所以社会越乱，每一件事都是看到了，不是抱怨哦。社会的乱呢，是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在这个时代应有的责任、使命。当我们升起的是社会越乱，我们越应该担起这个责任的时候，人生没有埋怨的，
我们就是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心呢、啊，所以到处埋怨。那官员腐败了骂，地上纸屑很多了骂，排队都插队了骂，只对社会现象啊在那里批评抱怨，这样的人生呢、啊、没什么意义啊。反而看到了乱象，马上想回来，我们有责任，我们有责任。我就记忆很深刻啊。上一次回来呢，坐计程车的时候，遇到了这个计程车司机。一上车呢，他跟我年龄跟我相仿佛啊，孩子还很小。结果他就感叹了，他说：“假如这些政治人物啊没有德行啊，学历再高也没用，反而啊更是强词夺理啊。”用他犀利的口才啊，把整个社会的是非善恶都搞得乱七八糟，都分辨不清楚。所以真的好口才、好学历啊，那个不能够利益人民。所以这一位计程车司机就说了，他说因为这些现象啊，所以他感悟到呢，德行比学历更重要。你看哦，这计程车司机看到社会现象，他是反思哦，我们应该怎么样经营家庭，我们怎么样培养下一代啊？总不能我的下一代学历很高，结果还是变成危害人民的人吧。所以孔夫子有一段话提到啊，公条而后求进焉呢，你做弓箭呢、啊，是要先把这个弓啊调整好了，然后再去让它更有劲道。马服而后求良焉呢，这一匹马要驯服了，再去调整它的整个那种跑的状态。它假如不服从啊，很这个暴逆的话呢，啊，那这一匹马不能骑啊，会把主人给摔死了。所以马服。他能温顺了，再来调教这一匹马。所以士必怯而后求智能者焉，一个读书人啊，一定是先要善良，再来求他的很多技能。士必怯而后求智能者焉，不怯而多能。这个怯啊是指善良，他不善良啊，但是却有很多的才能。不怯而多能，孔夫子说啊，辟之豺狼，这个人就像一只豺狼虎豹一样，啊，辟之豺狼，不可耳，不可耳就是不能接近他，他太危险了，他会祸国殃民了。我们现在只重学历，也没有重品德啊，都是在培养什么？培养公司团体里面的豺狼。所以好几个个案呢、啊，很多大公司一下子被公司员工一卷，10亿不见了，30亿不见了，上百人、上千人的公司就毁于一两个人手上，而这一两个人都是很高学历的，都是脑筋很聪明的，但是没有德行。我们是在帮社会培养什么人才出来啊？所以这个计程车司机这一番话呢，那给我们很深的醒思啊，所以啊，一个国家民族要兴旺了哈，会有征兆哦，叫国家将兴必有征祥哦，确实，我们国家民族要兴旺了，为什么？连计程车司机都觉醒了，都知道教孩子要教德行了，不能不教德行了。结果呢，这一位先生、哦、他去书局自己找书哦，你看多有心。然后他就一本一本的这些经典翻，看哪一本呢？现在教孩子的规矩最适合。结果诸位朋友，您猜他才找到哪一本？哦，你们怎么都有神通了哈、哦？他真找到《弟子规》哦，所以我们看到啊，这个人有自心求道哦。你都会感应哦，
他就找到这一本啊，《弟子规》啊，那算是我们中国几百种家教家训呢，算是集大成的经典了。所以他翻了以后觉得，哦，这个教的太好了，守孝悌啊，从这个做人最重要的孝悌精神开始教。结果他边说哈，我看他的表情啊，好像呢，没有听过我们的演讲，所以后来呢，这个跟他交流完之后啊，刚好我的这个包包里面呢，就有我们一些讲课的碟啊，一些 VCD 呢，我就顺便送给他，连这个师父的网站呢也送给他，结果他接过来一看师父那个网站，说，哎，这个法师我好像听过他的名字，好像很有名哈，所以你看呢，这个缘啊就接上去了。社会的乱啊，我们不是跟着一起抱怨一起乱，是要看到我们自身的责任。你看这么多孩子现在中辍生，那我们自己的小孩正在读高中，正要考大学。我们说孩子啊，建国军民，教学为先啊，你以后要真正要利益社会啊，当老师。有没有这样教孩子的？是啊，孩子要有气概啊，这一生才能活出他的格局啊。所以这一位校长讲的，社会越乱，我们越应该站出来。没有难不难做的事，只有该不该做的事。哦，这句话讲得太好了。哪有难不难的事？那个难跟容易啊，是自己的心造成。该做的事，纵使比登天还难，我们也是一往无前去干。这才是无悔的人生啊，无怨无悔的人生啊，岂能尽如人意啊，但求无愧我心啊。也唯有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啊，才能感动天地啊，感动众人啊，才能扭转乾坤啊，扭转这个时代的劫运啊。现在劫运都到每个人的家庭里面去了，杀父害母现象越来越多，这个劫难被我们遇上了。当今之事啊，舍我其谁，我们应该去承担。所以在佛经当中啊，有一个故事，有一只鸟啊叫欢喜手，这一只小鸟啊，它所居住的森林啊失火了，失火了，结果他就非常着急啊，然后快速的跑到飞到这个海边啊，含起了一口海水，然后又赶紧啊飞回去呢灭火。哦，他就这样一来一往啊，奋力的灭火。结果天帝啊看到了这个景象啊，非常纳闷，说：“哎，这一只鸟这么样救火啊，怎么可能能把火救起来呢？”所以这个天帝呢就下凡来啊，化身呢跟他交谈，说：“你这样子救火啊，怎么可能能把火灭了呢？”结果这个欢喜手啊就说到了，说：“我相信呢，只要我奋力的赶快呢来灭火，一定能把火给灭掉。假如我在灭火的过程啊，不小心给烧死了，那我下一世呢，我要再来救这个火，再来灭这个火，直到它灭掉为止。”所以说完之后呢，这个欢喜手啊，又去赶快去含着水啊，又来救火。表面上看起来啊，他救不救得了火？好像救不了火，
但是事实上他这一份至诚啊，天地万物都会感应啊。所谓万类相感啊，以诚以忠啊，以真诚尽忠的心都能感应啊。所以天地看到他这一份至诚不懈的心啊，当场呢就降下这个大雨啊，把这一场火给灭掉。所以我们现在处在这个社会道德啊比较沦丧的时代，我们有没有像欢喜手菩萨啊，欢喜手这只小鸟这样的心境来走我们往后的人生？这样的心境啊，那就真正能走出啊无悔的人生。而这样子走下去呢，这一份精神呢、啊，也能够啊，心作良田，百事根，给后代，以至于给不相识的人，都能唤醒彼此那一份善心。所以在这个河北天津呢、啊，有一位老人家，他叫白方礼。这一位老人家呢，70多岁了。有一天呢、啊，回到自己的故乡。他一辈子呢是帮人呢、啊、踩三轮车赚钱。啊，结果后来70多岁啊退休了。回到故乡的时候啊，刚好看到很多孩子啊在这个乡间游荡啊，却没有去读书。他就觉得很纳闷，好，因为自己没有读书，感受到呢这个没有文化的痛苦，所以看到孩子不读书啊，他心里很难受。你看这种心境就是做人的原味啊，不忍呢、啊、他人继续在受跟自己同样的苦，所以当下呢他就去了解状况啊，原来啊。这些孩子家里没钱读书，所以他听了就很难过啊。当天晚上啊，翻来覆去啊，睡不着。结果隔天一大早啊，他把他的孩子叫过来，告诉他的孩子说啊，爸爸决定一件事情。好，这一件事是20多年的事了。他说他一辈子积累了5000块钱，啊，5000块的人民币啊，在20多年也不算是小的数目了哈。他要把这5000块钱呢，全部捐到小学去，让这些孩子读书。哇，你看他的孩子一听，那你一辈子积蓄捐出去的，那你以后怎么生活？啊，你看一个老人70多岁哦。把一辈子的积蓄通通捐掉呢，他觉得这样比较快活啊，这样比较踏实啊。啊，结果孩子阻止他呢，他不管，他说这是我的钱啊，你们别管。结果他到学校去啊，没有学校敢收他的钱，因为那是一个老人全部的财产啊，学校不肯收。所以他捐钱哦，是劝别人要收他的钱，还要说服人家收他的钱，后来有一个学校的收下来了。他回到家里以后啊，又对家人呢、啊、做了第二次的宣布，他说从今天开始啊，我要重操旧业赚钱。我要开始踩三轮车，然后踩着三轮车所赚的所有的钱呢，我都要去捐给学校，都要给读不起书的孩子支持，成立了一个助学的一个奖学金，就从啊帮人家踩脚踏车1块2块啊这样子来赚。啊，家人呢就阻止不了他了啊，这个老人呢70多岁了。又开始踩脚踏车，一踩啊，又踩了15年左右。
踩到都快90岁了。所以在这整个岁月当中啊，他一天呢最多呢也只能赚个50块钱左右。就这样日复一日啊，365天啊都没有休息的。往往呢每一餐呢都是在脚踏车上过的，啃着馒头啊，喝着白开水，不知道多少岁月是这样过来。天津的天气啊，冷的话是到-10度都有啊。在这么冰冷的天气里面呢，老人家都没有休息。你看他都已经70几、80几了，但是为什么这么有体力？那是浩然之气啊。所以刚好有一天啊，到了半夜11点多了，老人家没回来啊，家里人着急啊，开始找，找了一宿都没找到。隔天早上啊，老人家回来了，家里人很着急啊，说到底你昨天晚上去哪？他说到呢，因为昨天半夜接到个客人啊，比较晚，啊，他的地方比较远，所以他是踩了一宿的脚踏车啊，刚刚回到家里来。他的家里人说了，说你不要命了，一夜都没睡。老人家微微一笑呢，也没做任何的解释。所以常常他把这个赚到的钱呢捐到学校去呢，学校都会非常感动，所以会办这个感谢仪式。所以就看到呢很多的西装笔挺的中年人呢一起去接受这个感谢。所以当看到的一排啊通通是西装笔挺，结果轮到老人家上来的时候呢，却是一个军大衣披在身上，非常的淳朴啊。只要这个老人一站上来呢，底下师生一开始是愣了一下，因为没有看过慈善家年龄这么大，所以愣了一下以后呢，下一刻就是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。所以有学生回忆到啊，当初他在念书的时候，这老人家把这个助学金啊搬到他的手上，然后跟他握了一下手，他说那个握手的感觉呢他一辈子都不会忘，因为老人家的手非常的粗糙啊，感受到呢那老人家是竭尽全力的在帮助他们学习，所以这一份精神呢感动了他。所以老人曾经帮助了300多个大学生读书，他的捐款啊超过35万人民币，而这300多个大学生呢，没有一个现在不从事公益的事业，有的是全职做，有的是心有余力啊，一定会捐款，一定会来做这个义工。所以你看哦，这个老人家他的精神啊，感动了多少人啊！这样的生命啊，是不朽的生命啊，精神一直传递下去。后来到了80几岁啊，真的脚踩不动了。你看哦，80多岁都脚踏车都踩不动了，他有没有放弃呢？他没有放弃，他把自己的家卖了，然后拿着这笔钱呢，在火车站前呢租了一个店面。那透过这个店面呢，再开始卖一些吃的，卖一些行人需要的物品，然后再把这个赚的钱呢，又拿来助学，帮助这些学生。他的家里人要一起来做，他说你们别来，我这个不是来赚钱的，我这个是完全奉献。所以他找谁呢？找这些曾经被他救济过的大学生一起来做，所以也做得非常好，也继续在帮助这些学生。又做了几年啊，政策改变了，要把前面的房子通通拆掉，
要修路了，结果一拆掉呢，他又没有办法做生意了。你看哦，这么多的状况出现了，老人的心没有任何的退缩，所以他依然拿着一个便当盒啊，站在火车站门口帮人家看脚踏车，看摩托车，看了人家感谢他了，又把2块3块拿给他，他依然呢又送去帮助学校。所以有一次他拿着最后一笔钱啊，500块钱呢，到了一所学校啊，对着他们说啊，对着这些老师们说，他说这是我最后一次捐啊，因为我实在是连脚踏车都踩不动了。后来啊，他生病了，已经90多岁生病了。这个生病的消息啊，在天津市传开以后啊，震惊了整个天津。所以有非常多的人啊，不断的打电话到报社去关心这个老人，然后在短短的时间呢，就有超过10万块钱的捐款都汇到这个账户上面来，所以一个老人的爱心啊，唤醒了整个城市人的良知。所以这个老人啊，无私的奉献，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照顾这个老人？所以这一位白老先生的行持啊，让我们醒思到啊，请问他有比我们高的学历吗？他有比我们好的体力吗？他又有比我们多的财富吗？但是他却竭尽全力，无怨无悔，走完了他这一生。好，那这一节课呢，我们先跟大家讲到这里，谢谢。